你相信长相守吗？我相信。你说我们俩会长相守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只要我对你好，你对我好。你说，咱们两个的日子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你认为这样就够了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之间还缺少点什么吗？你难道认为我们相互了解了吗？我把我的心都给了你了，可是。就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反正你是天底下最高贵、最非凡的女子，只要你让我对你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太平，我又错了。太平，别生我的气啊！算了算了，不，快睡吧。看着夜空，我感到异常伤心。好，那我人与人有时候。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看起来离得那么近，仿佛就在身边，仿佛伸手就可触及，连夜带着五百其实却相距遥远，永远不能连在一起。哎，被我一拿下。结婚四年以后，我最后一次试图和武攸次沟通的努力失败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感到绝望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彻底的绝望了。乳饼好吃吗？好吃。其实昨天晚上也差一点出了纰漏，赵家老小都抓齐了，就差主犯吏部尚书赵孟龄。周兴有点急了，可我不急。我说他肯定是跑不了了。我刚到他的卧室啊，哎，待了这么一会儿，我就发现他藏在什么地方。你知道他藏在哪儿了吗？从他床底下流出一道水印儿。原来赵梦玲吓得尿了裤子，我马上就派人把他给拉出来。这赵梦玲出来哆哆嗦嗦，哆哆嗦嗦，一点都没有跟周兴吵架的时候那股子傲慢气派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大周朝建立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有好多老臣贼心不死，这不是自行死路吗？这幸亏啊，有周兴、来俊成他们为圣上分这个忧，他们还真有本事啊。不管看上去多么老实的大臣，让他们一查，就能查出他反叛的证据来。
你说有这么多的人反对你母亲，可她就是倒不了。这就说明上天注定了让我们武家做这个天下了。武攸嗣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你不高兴啊？其实你也是武家的人啊。我听说显现在闹着要改姓武呢。你也劝劝大吧，让他一起改啊。可是我认为啊，但做皇帝不合适，他成天的玩鸟弹琴。我听好多老臣告诉我，说皇上对你很器重，很信任。其实女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吧？武攸嗣，你吃饭的时候别总吧唧你的嘴行吗？我有吧唧嘴了吗？公主，你看我这个毛病怎么总是也改不了呢？以后你再多提醒我几次，我一定会改。啊，你是不是烦我了？我保证改。你该上朝了。我要见武皇，你们让我进去。圣上吩咐了，你不能进去。什么？让开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走开！让开！走吧！你们让开！走吧！让开！你为什么不见我？做了皇帝就忘了我？你忘恩负义！你现在万人之上，要为人师表了。你先甩了我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不可能。三天不见我，你也可以永远不见我，但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已经在万象宫堆满了干柴，如果你今天不见我，我就一把火烧了它。你们干什么？让开！狄大人来了。哎呀，狄大人呐，您可来了。那恶和尚果然动了真格的要烧万象宫啊，您可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，可不能让他烧了万象宫啊。堂堂大周朝竟让一个男宠搅得天翻地覆啊，真是羞辱啊。他到处嚷嚷说圣上不再爱他了，他要报复。就为这胡闹！我当了十几年宰相，从没遇见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。哎，圣上知道了吗？派人去报了，还没回信儿呢。哎，我真后悔，上次没一巴掌将那恶和尚抽死。万象宫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皇家的圣殿，是天人合一的圣堂。怎么一个男宠竟敢？各位大人。圣上说身体欠佳，不能和大人们来议事，请各位大人回吧。哎，这是不是薛怀义还在宫里和皇上胡搅蛮缠呢？啊，他已经在寝宫外骂了大半天了，圣上一直没发话，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啊。狄大人，我们总不能就这样静观事态吧？我看那自不量力的狂徒，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大人，您还记得吧？他两眼通红的瞪着咱们，让咱们上奏，说他要和圣上结婚。那这他就是个情痴啊！大人，您可得……我能怎么办呢？谁都知道他是圣上最宠的人，不论他做什么，只能由圣上来解决。哎，圣上也是。他不就是想见他一面吗？那就见一面呗。邓大人错了，如果圣上一露面，
他就以为自己又受了宠，又会自作多情的天天的往宫里跑，这样一来不就给各位眼睛里添堵了吗？圣上担着他就是让他死心，那我们只能束手无策，任他胡作非为，让圣上被一个男宠囚困在宫里。哎，我看圣上不见我们并不说明他不想见。以我之见，各位大人与我一同去见圣上，你们看如何呀？好，大人请。请。您先请。圣上，狄大人和诸位大臣在寝宫外请求召见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各位大人听说薛怀义法师要烧万象宫，心急如焚，恳请圣上果断处置。一个疯子的话他们也信。圣上，万象宫是我为你而建造的，你既然无情无义，我替你把火烧了它，我有办法让你见我。薛怀义，你太狂妄了，万象宫是朝廷和百姓倾其所有建造的佛事正殿，岂能毁于你发泄私欲的手中？笑话，万象宫是我与圣上的爱情殿堂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与你们有何相干？薛怀义，你不要太放肆。圣上，不好了，薛怀义抽了武大人的剑，要出人命了。薛怀义，放下，拿下，拿下！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啊！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圣上，告诉他们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万象宫是你赐予我的圣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想烧想砸谁也管不着。你今天再不见我，我薛怀义绝不说第二句，你听见了吗？让狄大人进来。是。皇上。放了他。圣上，这薛怀义胡作非为，口出狂言，辱没圣上，其行径恶劣，昭然若揭，圣上如一味的包庇，恐天下不容啊。让他去吧，他只不过是个孩子，性子耍完了也就随风逝去了。圣上，您向来对人对事奖惩严明，从不手软呐，为什么对这么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如此偏袒？圣上如有难言之隐，在下愿尽犬马之劳，斩除祸根。我在宫里住了几十年，从三十几岁开始就噩梦相伴。他是医治我寂寞的一剂良药，
圣上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把他放了，圣上，还有你们，你们等着，万象宫的大火将是我献给大周朝最灿烂的景色。哼，哎，这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武大人，你是掌管京城治安的，又是我们大周皇上最器重的大臣，事到如今，保卫万象宫的责任就靠吴大人您了。哼，笑话，触怒浓颜的事倒成了我的责任。我怎么样呢？拿他，连圣上都放了他。劝他，诸位真的相信他会听我的？再说，他毕竟是皇上的宠儿，说不好有一天啊，圣上要怪罪下来，你们还不是往刀底下送我吗？这么说，武大人就看着万象宫化为灰烬了，我那可象征着咱们大周的威仪神韵呐，可总得有人冒险一试嘛。要不我去试试？我跟薛师傅有旧交。上次白马寺的和尚在西市闹事，是我去拿的人。为了这事儿，我在圣上面前替他求过情。薛师傅为了这个事儿还挺感激我的呢。啊，我二弟呀，和薛法师有交情，兴许这事儿他还真成。啊，那就这啊，就这。师兄。回去吧，师兄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哎呀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，我屋有事来了啊，都回到寺里边去啊，回去吧，师兄，快回去吧，啊，回去，回去啊，啊，师兄，回去吧，啊，都回去吧，啊，薛兄，薛兄，薛兄，我是有事啊。有事啊！啊，薛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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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薛兄啊！我说你就别闹了啊！圣上派我来看看你，我说你就放了吧，啊，啊，啊，圣上派我来看看你，顺便告诉你，他竟然派你来。你算干嘛的？我大小也算是个朝廷的命官吗？薛兄，薛兄，我是想来劝劝你，看在你我之间交情的份上，算了吧。我不管他是谁，他如果爱我，就不能这么一脚踢了我。薛怀义的感情像抖垃圾一样的倒掉。哎呀，我的薛兄啊，圣上他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啊。不是咱们说能爱就能爱得上的。是你在骗我，骗不骗的我说不好。
至少他那天正好赶上高兴，顺口就说了这么一句，正好你还当了真了。啊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是皇上骗你，能让圣上这么骗，也是你的光荣，你学会艺没白活呀。来人！干什么？有刺！我告诉你，咱俩不是一样的人。薛怀义活就求个情字，我只要真心付出了，就图个正经回报，不管他是谁。这才叫大丈夫，真爱也敢真恨。现在还不如你老婆，敢为情所动，一剑刺死自己的情人。告诉圣上，要是不来，我就敢烧。这没什么意思。来呀，大人带到后殿去。秀秀，秀秀，秀，你别那么客气啊！我吃过晚饭了，秀秀，秀秀，你看，我还跟你有话说，一会儿你也来啊，秀秀。五游寺。啊，公主，早。你的头发呢？你这个臭和尚，怎么回事？我去劝薛怀义别烧万象宫，没想到这个臭和尚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，非要见圣上。我说圣上这么忙，你非要见他干个甚？他就急了，把我的头给剃了。你看这倒好，我这怎么上朝啊？这不又成笑话了？你自取。我问你，凭什么让你出这趟差？我还不是为了保住万象宫啊！十恶不赦呀！这万象宫作为大周皇家佛堂，几经磨难，耗资万千才成此规模，那是咱们皇室威仪的象征，也是大周福祉的根基。我们建国寥寥几载，根基尚嫌幼嫩，只怕这场大火会触犯神灵，伤了大周的元气，天理所不容啊！圣上，这薛怀义竟敢公然藐视您的威严，取笑众臣的心血，其行为与聚众谋反并无二致，能犯下如此人神共弃的恶行，即使将他车裂凌迟，也不足以平民愤，为人心。圣上，请明鉴呐！请圣上明鉴。圣上，火球落到皇家殿堂，明显是伟大周王朝的祥瑞。圣上可知，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击商王朝末任弟子寿辛时，渡过黄河，有火球从天而降，落到姬发所住的房顶上，化为凤凰。圣上，弥勒佛修炼成仙时，天神纵火，焚烧了大殿，上宝台霎时崩散，弥勒遂得道成仙。万象宫耗资巨大，本来就不应为开国时期的首要工程，这也许是天意吧。是福是祸，尚不可知啊。建这万象宫的是个疯子，毁他的也是个疯子。这兴许是天意。
万象宫，万象宫，他给烧了，这大概真烧了，这万象宫就被这一把火烧成灰烬了，这也太惨了。 这也是他自己的心血啊！他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难道正如他自己说的，他真的爱上了皇上了？咎由自取，这是母亲自己埋下的苦果。母亲现在怎样了？他真的成了他丈夫了。 太平，你上哪儿啊？太平，你上哪儿去呀？怎么了？啊！万象宫我就烧了，烧得一干二净。你们能怎么样？ 圣上又能怎么样？万象宫是我修的，是我献给圣上的厚礼，代表着我的浓浓爱意。可是现在，圣上不喜欢我了，爱意没有了。 天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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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王
公主都来了，看来我祸闯的不小。可圣上为什么不来？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知道我来干什么吗？你需要别人的帮助，需要有人来结束这一切。也用不着你来结束。本来是轮不着我，你只不过是个男宠。可是你忘却了自己的身份，为了那点可怜的情感，玷污了国家神圣的象征，玷污了我母亲的名誉。你和你母亲都一样，除了权力，除了威风，你们还能得到什么？别那么看着我，我不怕。想杀我？我连万象宫都烧了，还会怕你这三尺剑锋？来呀，替你母亲除掉一个个累赘！来呀，杀我！来呀，杀我呀！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杀得好，多谢你的成全。告诉你母亲，我来是在做她的丈夫。
我杀不了他，没有人敢动他，只有你，只有你太平、星星。母亲，你为什么就不见他一面？ 仅仅是想见你一面，他就这么一个请求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见他一面？把他的尸首抬下去。等等。 说的都是真话，他爱我，我也……爱情往往把人变得很可怕。母亲，您不懂爱情，我真希望我不懂，懂了就要花费很多精力。 皇上一般都没有爱情，至多也不过是有几分渴求爱情的心境。由此滋长得太疯狂了，就得按住，自己杀了这份心情。满朝的人都在看着你，我怎么能见他呢？他说他爱上了我。 这是同皇上可能有的最危险的关系。可是，我并不想杀他。我懂，我并没有怪你。有些事情，也许是上天注定就不能有什么结果。 不管你的心有多诚，有多么良好的愿望，就像这万象宫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建成了，又毁于一旦。可笑的是，毁他的，恰恰是建他的人。 也许这是上天的旨意，就像他对我的爱情。他不该爱我像爱一个普通女人那样，那样做注定没有结果。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女人，我是皇上。我们走吧。 母亲，我想在这儿多待会儿，陪陪我好吗？最近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？还好。武攸思自然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是他很疼我。 我也算是随和、温顺，真的挺好。那就好。太平没有十全十美的日子，更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。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你既然嫁了他。 我就希望你们好，希望你们快乐。婚姻往往是知足者常乐，尤其对女人。
珍惜这桩婚姻。你比我强，毕竟还有个家。那天，你奶奶突然像一个天下所有的普通母亲那样，无止境地回味自己的不幸生活。她终归还是一个女人，她爱薛怀义，只是至尊的地位替她选择了不爱的立场。王大师，对不起啊，你再稍微等一会儿，她这就回来，我去看看。好好好好，我先去看看。好。您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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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你，公主啊，正好，来来来，王瑶，哦，快快见过太平公主，拜见太平公主。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享誉京城的王瑶大师啊，他可争神了。太平，你不是说我老爱出虚汗吗？刚才经王大师这么一发功啊，我顿觉轻松，身如红绫啊。王大师说我的身体啊属于阳火过盛。啊，身体是没问题。公主，你不试试？真的管用。公主哎，可不敢认为人家这王大师简单啊，等着他发功的王公贵族都排满了。人家王大师给面子，我一提是太平公主，二话没说，人家就上咱家来了。我问你，这家里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仆人？啊，是我招的呀，我是驸马呀，就得有个驸马的气派，免得被人家笑话啊。把他们都遣走，我不习惯。你不习惯？那宫里头不比咱家人多呀，你不习惯？那我住在宫里不就完了？赶快把他们都送走。好好好，送走送走，你说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啊。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？看茶呀。是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是是，净给我丢人。王大师，你坐坐坐坐。你那穿的是什么？怎么样，公主喜欢吗？蔡珍坊刚刚给我送来的，西域的蚕丝啊，啊！不信你看这纹理，你摸摸。哼，质地倒是不错，可一穿在你的身上啊，就走了样了。赶紧脱了吧，你让我想起了戏子。你不喜欢啊？我还以为你等会儿。我跟你说过，让你骑什么来着？啊，不是跟你说好了，下午骑玉片，晚上才喝长恨水呢吗？换了它。算了算了，哪有那么多讲头？去去去！哎哎，你老看着我干嘛？啊啊，公主哦，王大师这是给公主相面，哎，看看公主贵体是否无恙啊。公主，您阴火太盛了。谁让你看了？不看不看啊，不看不看不看。王大师，坐坐坐坐，咱应场啊，快坐下来应啊。啊，好好，我失陪了啊。公主哦，对了，优四，你告诉御膳房晚上多加点夜点，我有客人要来。又有客人？这回多少人？十个人。十人？行，十人就十人。优四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少带这些江湖骗子到家里来，有病去找御医，你是驸马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怎么样？啊，坐下说。啊。
快说说。好。公主没毛病，大人您也没有。哦。要说有毛病嘛，洞府幽凉恨斜阳啊。洞府幽凉恨斜阳。嗯。那下边呢？下边啊。当下大周朝廷有一弊二患，所谓一弊就是酷吏弊，大批有识耿直之士惨遭迫害，让人忧心忡忡。那么什么是二患呢？徐大人，武三思的张扬为一患，公主的哥哥李旦的淡泊又是一患，圣上龙体渐衰，我们面临的将又是立谁为嗣的古老问题。可是圣上说过，他自己称帝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，至于江山传入无礼谁家，则是将来有能力者得此殊荣啊。不错，圣上说过此话，可那仅仅是理想而已。江山如今姓武，武家又人多势众，如日中天，你指望谁会放弃到手的山河，拱手相让给所谓更强的，而且是异姓？这可不是一道圣旨。你是怎么看的，公子？啊，在下王维见过公主。都互相倾轧。我不是什么公子，一介村夫而已。王维，你对徐大人的分析有何见解？我没听见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对风，对雨，对人的心情和月亮的形状更感兴趣。至于政治，它太高深了，又不洁净，我不感兴趣。可是其他的都令我兴趣盎然。解骨草死前就差这最后一副了，啊啊，惊兰啊，惊兰，惊兰，惊，我放在哪儿去了？大人，在这儿。啊？好，啊，还是你眼尖啊，我眼睛都酸了。这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来，你来，啊，是。二钱。嗯。好，还是你行啊，那玩啊。是。去煮吧，啊。嗯。记住啊，中火，要不停的搅。是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长春。长春。好啊，长春。这副要是成了，名字就叫长春，以后主要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我发现你心挺细的。谢大人。啊啊啊！怎么了？大人，您老看着我干什么？大人，您的脸上，这边，这边，还有吗？还有这边，啊，你过来帮我擦了不就行了吗？
好了。你看我啊，这配药都配疯了，哎，弄得哪哪都是药渣子。请，啊，是。这个药一定不能偷吃啊，一定不能偷吃，这是仙药啊，吃了会出事儿。